来，请你看一下讲义，请你看一下讲义。我要介绍的呢是等同比较久，有没有看到？是不是？就这页，一样的页。玫瑰红，玫瑰红上面写一下叫等同比较久啊，啊、哦，叫等同比较久，啊、哦，把它注明一下，因为我们上课。以后就讲粉红标准，记得哦，好，所以你就不要在写玫瑰红，叫粉红标准。那我们要介绍这一次，来，请看一下它适合的温度，10到12度。